突然离奇死亡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全身上下没有任何伤口，只有脖子上有咬痕。为什么给我做这么惨无人道的实验？我被人搞得人形都看不见。雪松身上的虫子是同一种亚美热带的馋虫，它受到外力影响会分泌出一种毒液。为什么这样做？你知道我这些年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吗？都是因为他们。你奶奶，你肯定是他们的同伙，老子现在就毙了你。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打不到一个看不见的人。